师父，你没事吧？区区几名刺客，还伤不到本教主。师父，这位公子他好像认识我。嗯，本座就成全你，看你接下来如何表演了。 师父，我们要救他吗？救啊！当然要救。这位公子这么热心替本教主挡刀，带回山庄，好好医治。哎，师父，等等我。传闻出空，身手绝伦，罕有敌手。万一无法救出潇潇，你就寻个机会伤我。